相信早上短短一个小时，大家应该都听得觉得很过过瘾。那等一下呢，时间要一天过快，我们听完演讲呢，很快就讲完，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我们剩下的最后一个时间，大家一定要好好用心来看。那我们要来准备来开始，大众请起立。请讲师石碑前到鞠躬，温到鞠躬。张楚老师好，张老师好，请坐，请坐下。刚刚第一段结束了，那在第二段开始之前，我想我先讲一个小故事，然后之后再让各位看一段影片。这段小故事是，自从北京回来之后呢，各方的邀约其实真的就雪片般飞来。然后我有一次应基本签证的职约，到文化局去做一个大型的讲座。那讲座完毕之后呢，就去吃饭。那吃饭的过程当中呢，当时因为郑卓宇老师是知名的诗人，然后当时在清华大学当客座教授，然后在晚上的时候。我最近看到很多很多你跟儿子呢上电视的画面，那邀约那么多，你会不会觉得很烦？我说会。他说，那有没有什么节目是你们真的想上都还没有上完呢？我说有，因为我跟儿子呢还有女儿，其实都很喜欢一个人叫方念华。我说他有个节目叫《看海人物》，我说我们很希望能够有机会让那个节目。去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谈话，因为我觉得那个节目收看的人呢，也大部分是一些知识水平比较高的人，是一个比较理性的节目，而且我觉得方念华会讲一些乱七八糟的话，或者只是挖掘一些小道消息等等。我说这是我最想上的节目。他说，这个有点难，因为根据他的了解，方念华的节目都是找各行各业的精英翘楚，通常那个节目呢。是不太容易能上的。我说谢谢。我说是啊，所以我们只能够等待。就在我等待两个字讲完之后，我的手机就响了。然后响了之后，我说喂，他就说江苏老师吗？你好，我是方念华的助理。然后我呢这边代表看板人物，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意愿接受我们的邀约来上这个节目？后来就说，非常合理，因为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有实力感的节目，于是我就敲定了。敲定了后，然后就去上了这个节目。上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方念华很喜欢助理，然后之后呢，他们就保持一个蛮好的互动。然后之后不到半年，方念华又在节目当中再度邀约助理，所以终于上了这个节目，其实是两次。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半奇迹了，因为上一次已经不容易，上两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结果今年他又上了第三次，就是方念华的节目。那好，那我谈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是因为这个节目当中我讲了一些话，把这些话呢，我认为跟今天的这个演讲主题呢息息相关，所以我也想请各位一起来分享这一小段节目四分钟左右。
先相信一件事，孩子在这个阶段，让他借由读经、借由背诵，然后把自己的脑袋的记忆能打开，这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我的心得就是，作为一个孩子想放弃，那是天性；可是作为一个父母，你该坚持，那是天职。如果每一个父母都能够善尽这种天职，我相信中华民族会诞生许许多多像仲宇一样，甚至比仲宇更精彩、更优秀的孩子。对这点毫不怀疑。最后啊，仲宇就是家里会有很多的角色跟身份，就是这样可以想象。21岁啊，我们刚提到的知名度，在这样的年纪里面，你想象也希望这个知名度持续不断的进行放大，你希望在人生里面发挥哪些善举？我觉得知名度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我的压力。因为像我自己，我其实很幸运，可以有能让更多人认识我。那我当然也希望借这样的机会，我有机会把我可能生活中我一路走来可能遭受到挫折、遭受到故事，我有更多机会可以分享给别人听。像其实我当初我很犹豫要不要参加中华好日子，我真的不知道，因为。这节目太远了，太远在北京，然后我是从小在台湾生长小孩，然后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可能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那我要去参加一个，它甚至不算我本科的东西。我今年法律，我参加中华之史，我又能有什么东西？好像爸爸跟我说，爸爸去那要去，爸爸郭老师你能不去吗？然后爸爸就比较，爸爸就是比较一面倒，所以我还是想要。你也知道，就是当一个人彷徨的时候，就会想听别人关于分析利弊啊。我就问我姐，她跟我年纪比较差不多，她说我一直活在我的安全感里面，我活在我的舒适圈里面。她说，如果你愿意踏出一步舒适圈，试试看外面的世界，其实那只是一小步吧。可是那可以让我以后做出更多不一样的事情。一小步踏出舒适圈，我就有机会做出跟我原本的生活。走向另外一个转变，他跟我说，我这一个人真的不会成长，就是因为有安全感。一个剥夺安全感之后，我会不断的想要让自己变厉害、变强、更有自信，跟我讲话口条更好，来获得在别人上，再获得在舞台上的安全感。而那时候我就不愿意再做另外一件事情，好，不断丧失安全感，不断踏出舒适圈。对其他那时候讲话对我来讲影响很大，我这么一想很久，因为。其实要准备这些东西，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确，我站在台上，我很紧张，我手心都要冒汗，我完全没有安全感。我就被大家看到那种焦点，我是很焦虑。我想说，如果我再讲错一个字，就是我永远都被记录下来。可是，就是因为那样的压力，我觉得我有机会可以让我自己变得更厉害，我有机会让我自己成长。所以我觉得知名度是一个途径，让我讲出自己的故事，让我讲出自己生命中的。那些让我开心、让我可以有深思的一些每个理由。好，我有看到。刚刚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名词，叫做舒适圈。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活着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去做日常的生活中的常做的一些事，会让自己觉得很安全、很顺心。然后你知道那是安全的，那是不会出错的。可是如果我们只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你其实就不太会有进步的可能性，不是吗？好，当你不肯去寻求突破的时候，你就不会走上下一个更高的位阶。人就是这样子，当我们习惯走在一条轨道上面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顺。那你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你也知道下一个转弯你会碰到什么，然后不会有惊喜，不会有意外。可是简单的路径只通向平凡的人生，而崎岖的道路、不凡的挑战，却能够形塑一个更高的自己。更坚强的自己，所以姐姐那段话，其实对你来讲影响很大。可是后来我们看到姐姐更大的一个突破，更大的一个勇气，她一个人呢去北京，然后
在有空的时间，他都会去做一些深度的旅游，这是一直从北京一直到云南，好这么远的地方，然后他常常到处去旅行，然后他喜欢找一些边疆小镇去看看中国的富强项链，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贫穷跟弱势，然后他在想，我能为这些贫穷人做一些什么，我能为这些弱势的人提供一些什么机会，所以呢他就开始去做这一类的旅行跟观察。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们其实说真的也很担心，就是你一个女孩子家，然后跑到那么远的地方，那么偏僻的地方，那么山区的地方，会不会有安全上的顾虑？可当他跟我讲几个故事，他在这种危险当中，他如何让自己安然度过，我们就觉得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放手，我们就慢慢的宽心，让他去做每一件事。比如说有一次他参加了一个旅行团，因为旅行团的价格呢还蛮低的，他觉得负担得起这个费用，他就约了一个台湾去的学生，也是北京女毕业的，也是台大的学生，他们两个人作伴，然后在半路当中，然后他们就被并到了另外一个旅行团里面，就小团并大团，然后他们就变成另外一个旅行团当中的一份子。然后到了下一个行程之后呢，那个导游就开始要跟每一个人收钱。那我女儿呢，就跟他们说，我已经交了所有的费用了。对方说，这是所有的费用，不会再加上任何费用了。然后说，那是他说的话，不是我说的话。你现在在我的团里面，你就要交这个钱。你们以为你们交的那个钱真的能够那么好用吗？那他是他骗你的，跟我无关。那我女儿就觉得这个根本不合理的事情啊！旅行社都有一定的旅行的一个品质保证，好，就是旅游的品质保证。然后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那如果你们要把我卖给另外一家，我是不是又要再交另外一次费用？他说，如果是那个样子的话，我也没办法保证。但是今天你们不会再变团，因为这个车子已经够了，人就是这么多。你们要缴钱，你们不缴钱的话，就把你们丢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然后对方很显然就是真的设身处地的心，就是让你把钱交出来，不然就把你丢包，那叫丢包。那我女儿呢就说：“好，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5分钟，让我们想一想，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什么钱。”她说：“好，给你5分钟。”那5分钟里面呢，我女儿就在想，她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暗度危局，所以他就想起在北京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些人，然后他就打电话给自己的朋友，然后就问他，可不可以想办法帮他找到大陆的国台办，然后让他有机会去发声，去讲出自己遭遇到不平等的对待、不公平的对待，然后对方呢就帮他找了一个电话，于是他就透过这个电话找到了大陆的。然后讲了一番慷慨诚实，讲了一番一个女学生的一个委屈，一个员工台湾的女学生遭受到了一个迫害，然后跟这种几乎剥削的行为，然后他觉得这是不公平的，难道这是一个泱泱大国应该有一些作为吗？然后他讲完了这一番话，很长的一段话，我现在是浓缩，然后之后对方就动容了，说好，那你说的的确是一个问题，那我们来处理好吗？然后后来呢，对方就打电话去给云南的国台办。那云南的国台办因为北京国台办就要办的，所以立刻就打电话，主动打电话给我女儿，然后跟各个国家说，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马上追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就后来呢，他们就来到他们下一个就是旅行那个车手到达的地方，然后他们已经提前在那边等待了。等待了之后呢，那么他首先就把那个导游呢抓进去，然后训一顿，然后之后再把女儿呢请进去，然后非常客气、非常礼貌的跟那个道歉，并且晚上请他们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然后之后告诉他，如果你有话你再来买，请你直接打电话给我，我来安排当地的车，然后带你们去做一些更深入的一个导游，让你们了解我们云南的一切美好的人事物。那我女儿呢到后来玩的非常非常的开心。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很是他父母。
是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难道会做得更好吗？那他现在处理很多问题的一个智慧跟能力，可能其实都已经远超过我们能做的事了。我们应该相信孩子，我们应该要相信放手，才能够让孩子高飞。所以从那次之后呢，他都会让我知道他要去哪里，去做什么，去跟什么人见面。在旅游的行程当中，或者这个演讲的行程当中，他会碰到哪些东西，他事先会让我们知道，然后取得我们的理解，然后他出发。你知道吗？一个女孩子能够有勇气做到什么样的事？有一次他跟我讲说，他要去青冈山高原。我说那很远哎，还有那很高哎。他就说5000多公尺，可是我觉得很值得去。那后来我就说，如果你觉得都考量过了，没有问题，你要去那就去吧。他本来约好一个北京大学认识的朋友，然后从北京一起出发。结果我女儿很省钱，她是从台北飞到金门，先去看阿妈。看完阿妈之后，她从金门又坐小三通的船，然后到厦门。她到了厦门之后，又坐了火车，从厦门坐到北京，坐了33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因为没有钱买那么大，她就坐了硬座。然后从北京，他又坐了更长的时间，大概37、8个小时的火车，然后坐到了甘肃。从甘肃，他又坐了当地的交通工具，然后到了5000多公尺的青冈山高原，直到那个地方，才跟几个道路在网路上认识的朋友，然后在那个地方呢见面。这个过程当中，在见到那群人之前，他都是一个人。我妈妈觉得你疯了，你女儿长得又不丑，她其实是说真的不丑，那很危险啊，你怎么敢放手让她这样子去呢？我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相信她能够处理每一件她碰到的事情。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的信任是对的，然后在那段过程当中呢，她真的真心接纳了很多很好的朋友。而且每次很奇妙的是，他只要在那个地方待过一段时间，或者做过一场演讲，或者做过一次参观的行程，他就能够赢得一些人对他的一个赞赏或者认同，然后他就会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就会有人提供更多更多的注意。就像这次他去美国，我会发现一大堆的注意，然后呢就能够让他去那个地方之后，开展出很多他要的人生的关系，而且他会得到更多更多的一个尊敬。好，那我们就觉得，因为我们信任孩子，我们在陪伴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信他有能力解决完所有的问题。那这些东西其实不容易，对每一个父母来讲，你要放手相信自己的孩子能够处理他眼前所有的危机，其实都不容易，因为父母都会一直放不下。我们只是训练自己比较残忍，然后放得下。就像很多父母都很担心孩子在现在高物价的时代、高房价的时代，孩子负担不起自己的未来，对吧？所以很多朋友，像我这边上个老师，有些有钱赚很多的，他们都会先帮孩子买好他们的房子，不管儿子或者女儿，他们都会说：“啊，我已经帮他们做了这件事。”可是我们都一直觉得，再怎么富，你都要穷孩子。所以因为孩子在困穷的环境当中长大，他才能够珍惜很多很多的资源，他才能够让自己真正的潜力可以真的发展出来。而这些能力一旦发展出来之后呢，就是日后可以让自己负担起自己的未来，无论未来多么昂贵，无论这个世界竞争如何激烈，他们始终都有机会成为脱颖而出的那个人物。但因为我们相信孩子可以应付这些东西，那谁教我们他们可以应付这些东西的呢？我女儿在她高中毕业的时候，她面临人生的重要选择，就是上台大学。当时她的功课很好，她可以上台大，听说可以上台大，可问题是她功课很好，她同时也可以上清大。那清大大学呢，其实很好，因为念书每个月都有钱，毕业之后底薪5万多。加上一定有的签内勤奖金，什么加起来大概都有6万多到将近7万。每一个熟悉警大的人都知道，警专比较容易，警察大学不容易，而且警察大学现在分数非常高，你没有机会上政大以上
学我想进大学，但当时因为机会，我妈觉得这个很好，而且工作稳定啊，而且换大学出来是做内勤，又不是去外面做交通或者刑警，那所以其实很安全，你甚至可以在警大当教授都没有问题。那我女儿呢，当时答应她要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结果她做了一个礼拜的功课，在网络上。他搜集了所有正反的声音，无论是台大还是警大，然后他搜集了这些声音之后、资讯之后，他非常非常理性的去分析，然后之后他要求跟我们对话。我说好，你说你现在做决定了吗？他说是，我做决定了，我决定放弃警大，我要去台大。那我就问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警大不适合我，他就列举了四大理由，为什么警大不适合我？为什么台大可能是我更应该去的地方？然后之后我们就说，既然你已经做了这么科学的分析，我们其实也没有理由不相信你的决定。那告诉我，是不是你可以有的无悔的选择吗？我女儿就问了我一句话，这句话一直留到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句话。她说：“爸爸妈妈，请问你们常常告诉我，同年龄比起来。”我要比你们优秀许多，请问这句话是安慰我的、鼓励我的，还是真的这样的？我们两个人毫不犹豫的就点头，真的，你比我们优秀太多了。我女儿下一句话就更精彩了，她说：“哦，既然那是真的，那就相信你们选择吧。你们那么烂，都可以活这么好，你们为什么要怀疑我呢？”对，他其实一点都没有不客气，但是只是那句话啊，真的措辞就比太棒了。你们那么烂都可以活这么好，你们为什么要怀疑我呢？我们开始相信他了，我们开始相信他可以肩负一个沉重的未来，我们也相信他，他可以开展出人生当中我们开展不出的许多精彩的旅程。所以之后他就开始走上了。好，所以此后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都一直让我觉得放心而且骄傲。所以在大一之后，很多人可能认为说，哦，孩子念大学哦，就要让他好好的念书，不要分心去搞太多太多这些什么活动或者社团，那会让孩子无法专心，只顾着玩。如果还有人在这个时代里面有这种想法，我真的要告诉你们，这真的是大错特错的一个想法。很多大人都会被自己成见所拘束住，以为那是真理，以为那是事实。在你、在我的年代可能不是，可这个年代真的不是这样。一个孩子能够从自己喜欢的社团当中去选择自己要的一些东西，从那个地方里面去体现出自己的很多价值，跟产生很多对自己未来的一个自信跟创业的动力，以及未来可能创业的伙伴，这些东西非常重要，比你在学校里面什么学分拿到 A 或者 A 加加要来的更有意义许多。然后我女儿呢，因为我不给她钱嘛，她要让自己去缴付自己的学费，然后生活费，然后她就要工作，她还要打工。我女儿说，为我们之前编了一本写了一本书，然后那本书里面我们要现身说法，告诉父母新手父母怎么带孩子。那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不能草率，所以我们要真的回想一下，有记录的要靠文字的记录，没有记录的要靠大家的记忆拼凑，然后要找出一个真相出来，告诉大家这家人是怎么让孩子度过童年的、青少年的、青年的学习过程当中发生了哪些问题。那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花费，就是花费这些东西总共花了多少钱的学费，帮让孩子走到今天。那当时我女儿呢，她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她主要还是纸笔人，然后她就想说，一个孩子的培养呢，可能精彩的孩子，很多父母可能要花掉千万。那在我们家，我们其实没有，只花了500万。那当时呢？所以说我们要花很少，所以大概就是500。后来我说，你怎么会写出这么荒谬的数字？你以为你花了我们这么多钱吗？好，那后来他就说，那不然是多少钱？后来呢，我们就算给他看，
因为其实他们一路念的都是公立的学校，公立幼稚园永平妇幼，然后公立小学永平国小、永平国中，儿子念的是永和国中，然后他念的是北一女，儿子后来念的是板桥中学，后来两个孩子都念的台大。这一路过来的学校全部都是公立的学校，然后妈妈在帮他们缴费，大学前当然是我们帮他们缴费。那缴费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全部都有数据，因为银行都会有一个数字出来，就是什么钱是转账的。那缴账之后，后面妈妈会注明这是学费。好，然后那些费用全部加起来之后，我们那个时候给自己非常非常惊讶的发现，原来我们并没有花很多钱在孩子身上。那时候两个孩子加起来大概总共花了我们105万，加起来，也就是平均一个人只花50几万，就让他们从幼稚园到台大。那到台大的过程当中，也是妈妈全去帮他们缴费，但问题是他们自己会把学费交给妈妈。我们女儿跟儿子甚至悲惨的是，儿子在大三之后，因为参加中考试时赚了一些钱，所以说每个月给我们1万块。那女儿呢也是一样，我们不但不给她钱，我们开始回收，我们把她的都投资，然后开始回收。其实我们不是真的孩子的钱，妈妈都说，我们先把他们的钱呢帮他们存下来，哪一天他们要做什么事呢，这里其实有他们的钱。那其实我后来发现，这个人我们都是多虑了，因为其实孩子真的不需要我们帮他们去想这个问题，他们不是一般靠简单的收入然后活着的那种人，其实我们对他的未来呢，现在会放得更关心。可是我刚刚跟各位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要告诉各位说，对孩子的金钱观，孩子的金钱观呢，他们不是唯利是图，他们不会因为有钱赚，赚很多钱去做那些事，他们反而可以投入这些不是赚很多钱的，比如说你去做一个什么商标法、专利法的律师，可以赚很多钱。人权律师没有什么钱可以赚，但是你只能够去做你觉得很有意义的事。NGO 组织是非营利组织，你没有很多钱可以赚，你只会一直不断的烧钱。好，然后最后就会发现，哎，他们为什么还是走上这样的一条路？他们为什么让自己的人生选择还是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存在的最高价值之所在。那这些价值怎么产生的？是他们熟读经典之后，这些经典的文字在他们的脑中就烙下了印痕，很深刻的印痕。他们会了解什么东西是人存在最高的一个价值之所在，所以他们的脑袋里面有的那些东西，也许不需要常常说出来，可他们已经潜移默化，已经深入到自己的脑海当中，他已经变成自己人生当中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他们相信自己活着的价值在于提供自己的生命经验，能够给更多人分享，甚至寄托改变更多人的人生思维。所以我女儿呢，演讲的次数、频繁的次数，在3年前就开始远远超越我了。我一年可能现在做演讲大概14左右的演讲。我女儿呢，3年前就在台湾的各大学当中，我记得3年前那个数字是161场。的演讲，161场演讲里面，不是161所学校，全台湾是157所大学。他这个学校，他会去很多次，比如说台大，他可能会去很多次；政大，他可能会去很多次，而且甚至政大还请他去当夜师，就是你在市场上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然后你给学生提供一些创业需要的真正的一些声音以及经验分享。那他为什么能够受到这样的一个重视？因为他们现在在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生命当中累积出来的这些经验跟人脉，然后让他们有信心可以在这些地方他们做得很好。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我儿子曾经有一次去参加一次海钓，在基隆外海去海钓。那在海钓的过程当中呢，一开始还没有晕船，然后他们把他上船，然后那些都是他们学长，都是台大研究所的学长或者毕业生。那只有那个他跟朋友是两个人，是大三的时候。然后去的时候，他们说：“哎，你好，你好，这是我朋友张仲明。”那他就说：“张仲明好，张仲明好。”然后寒暄很客气的点头。然后之后，他的朋友就加了一句话：“他是张七慈的弟弟。”所有人都：“哇，你是七慈的弟弟！”然后他就，然后就每个人过来跟他寒暄握手，很热情的握手。
然后他那天才知道，姐姐很有名，大家都认识他。回来之后就问姐姐一句话：“姐，是不是全台大的人都认识你？”我姐我女儿当时就说：“不是，不是全台大的人都认识我，是全台大有影响力的人都认识我，甚至应该放大，全台湾所有有影响力的学生都认识我。”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后来才知道，这不是夸耀的一句话，因为他真的这样。因为那么多的演讲当中呢，他认识了很多人，那几乎每个学校的一个各社团的负责人，或者学校的学生会会长、会长，或者很多有这种重要职位的人呢，都跟他或多或少都能够维持很多这一方面的一个联系，所以他们常常要开展很多活动的时候，都会轻而易举找到很多人呢，或者很多学校来当做赞助人，所以在这方面，他现在开展越来越好，而这些东西我也认为是因为他们从小呢就在这些圣贤经典的教育的一个影响之下产生了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很好的影响。那这种影响，我觉得其实对每一个父母来讲，他都会期望自己的孩子心中当中有一些善念，然后有一些该执着的东西。可这些该执着的善念，并不是在每一个孩子身上现在都能够具备。也就是说，我们要如何能够让孩子在这一方面开始具备那些东西呢？那么这些经典的设定就变成是不可或缺的。可是不是只要读经典就好的，这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说，那我就来读经，那就把这几本背完就好了。我不晓得各位家长或者各位读经的负责人，您在督促孩子做这些事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既定的目标？比如说，我要在一年内，或者我要在三个月预期当中，我要看到什么样的成果？或者在这些成果养成之后，你要如何让孩子有能力借由背诵的这些材料，而能够让他在孩子的脑袋里面不但停留，还能够内化，然后最后变成一种诠释，重新用白话来表达的能力。因为我觉得书要有用，是我读进去的时候我能够消化它，然后之后我能够重新演绎它，说明它，然后用不同的方法让更低层的人、更底层的人都能够听得懂你在说的那些道理，你才真的把学问内化、消化，变成你自己的一个特质。而这些东西只要一旦养成之后，这个孩子在一生的表达能力当中，都应该能够受到同才的肯定、上司的肯定、客户的肯定。当你拥有这样的能力之后，就会发现，对，它其实可能比学历更重要。我一直认为，应付不景气，你需要几个法宝。第一个就是你可能需要有高学历，然后再来，你可能需要有高能力，然后再来，很多人没有听过的就是高履历。履历的意思就是你要有一些好的经历，你要有一些很精彩的故事，你要有一些生命当中碰触到的一些重要的人事物，给你生命产生的一个巨大动能。当这些东西有了，一个上面做决定的人就会觉得，我从你身上看到了不同，我从你身上看到了许多孩子、许多年轻人不具备的一些特质。各位，当然如果你所做的不是一些很创新的行业或者国际性的一些公司，比如说你要去 Google， 比如说你要去 Apple， 比如说你要去 Amazon， 就是亚马逊，这些国际性知名的公司在台湾他们要找人，或者台积电，台湾真正国际化而且是世界之牛耳的就是台积电，对吧？在半导体晶圆里面，它全球打遍天下无敌手，英特尔在它面前倒下了，三星在它面前低头了，联电已经不知道被踢到哪里去了，对吧？他们是全球独一手把。我去台积电演讲之后，他们清楚的处长，就负责清代理晶圆的那个处长，他就跟我讲，张老师，我们现在取材的标准只有一个学校，台大，台大以外呢，我们看都不看，因为没有时间去看这些人。那如果你说我有热忱，我愿意好好工作，愿意卖命工作，我愿意加班，然后不计回头，不用，我们有机器人，他们身上所经营里面全部都是机器手臂，也就是
说一般的凡夫所知，这种公司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我的外甥现在在 Google 工作， Google 旗下有一个很棒的公司叫做 Nest 是做智能家电的全球领导厂商，他们成立不到五年就被 Google 合并了，合并的那个价值是320亿美金，是那年全球合并案当中最大宗的一件，而他是那个公司里面亚洲最高的领导人。然后他后来我们上三个月我们去过个餐馆，全家都去，他后来就跟我说，舅舅，以你的儿子跟女儿，其实跟中美现在的情况表现，在台湾那什么公司其实都可以去吧，而且如果他们希望能够跟上成功的话，那么恐怕还要再多一点学历来帮助，比如说到美国一流的学府，然后再去取得一个什么样的学历，然后才会有机会真正成为全球前五十大的核心工作人员。更我相信他的英文已经在全球最核心的人物里面最核心的那个位置了。因为 Google 现在在台湾所有重要的发言或者重要的一个会议，通常都由他来负责策展或者演说，所以他看到的全世界一流精英企业，他发现那里就是一个人脉的集合，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我怎么找人，我公司里面就是我学校里面有一个学弟很厉害，我们学校里面有个学妹很厉害，他还没有毕业，他就已经70岁找他了。懂我意思吗？就我常讲一句话，厉害的人根本不需要找工作，工作自己会来找你，因为你的教授就会把最优秀的学生推荐给自己曾经最优秀的创业的那个学生学长，然后告诉他我这个学生好，你要不要？好，然后要，他们就去了。所以如果你在那种地方，你才会知道，哦，原来高学历是有用的，可是高学历不是保证，高学历只能够让你进一个公司，可是高能力能够让你获得肯定，高履历可以让上司相信你能够担任各种要职，所以这些条件其实缺一不可。可是一个孩子，我们今天又回到这个主题，未来养成这种这么棒的能力，从什么地方开始可能最有用呢？我个人认为，从好好的去刺激他们的背诵能力以及阅读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背诵只是让他的记忆门打开，可是广泛的阅读、深度的阅读是让他们的生命更缤纷、更有深度、更有内容的最好方法。我女儿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因为我们很鼓励他们读书，我们鼓励他们读书的时候呢，方法很蠢，就是我说过我不给他们零用钱，但是我给他们目标奖金。你们读一本书，爸爸就会给你们1块钱的奖励。听起来很好笑，才1块钱要掉地上都没有了解。可他们小时候，他们会要，因为我告诉他1块可以做什么，对，然后多5个1块，你就可以买什么，30块，你就可以做一次什么样的消费，或者买一个什么你心爱的玩具。孩子就会觉得哇，那个东西积少成多，拼凑起来我就可以完成我今年的梦想，或者我上个月想要买的某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就这么做。然后问题是，你看完100本之后，我就给你1000块目标奖金。我刚刚给你们看那个故事，我刚才告诉你说，不要以为这样会让孩子变成文艺师，不，你只告诉他钱的真正的用处，他们就会好好的去做。而且孩子就是这样子，你只要给他那个目标，他就会想拼命达成这个目标。于是50本之后你要看100本，100本之后你要看另外100本。于是我女儿呢，从小学、国中一直到高中，她每一个学期都会被校长请到校长室，然后颁发一笔小奖金或者某一种礼物，然后说爸爸拜盖章，就是全校借书借最多的。可是那个时候我总是就觉得说，好，读这么多的书，对孩子的未来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帮助呢？后来我才发现有的，因为当你读完那些书之后，你当时也许不觉得那些书真的能够改变你日后的人生，可你知道吗？很多书，特别是很多好书，千锤百炼都是人家一辈子或者30年或者10年沉思之后写出生命的一些重要心得，而你只不过是花了1天、3天或者1个礼拜，最漫长的了不起就是1个月，让你读完那本书。可是读完那本书之后，那本书的很多精华都到了你的脑海当中，你自己的脑海里面会去过滤，会去筛选，把适合你自己生命运用的那些最重要的常识优先摘录下来，对吗？对，然后它就存在你电脑
今天听到一部电影里面精彩的对白，但是那句精彩的对白其实跟我生命当中另外一句精美对白印证之后，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道理其实根本就是完全一样的。或许那个人就是因为读过那本书，了解那个人的生命历程，所以他才把那句话然后提炼成这样新的一句话，所以他们能够这样说出来。那当你读过这么多人的这么多书之后，那些东西就变成你脑中随时备用的一些常识。所以后来我有好几次跟我女儿同台演讲的经验，然后之后就像今天一样，最后留十分钟让大家来分享交流，可以吗？好，那通常都会有这种Q&A 的时间。然后之后我发现，无论任何人提出任何难题，或者难以启齿、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女儿都能够信口，然后就能够回答，然后就能够引经据典，就能够讲出很多很多很有道理的话，连你自己都觉得很赞叹的那些话，然后从他的口中就这样子一句一句被说出来，然后一句一句打进听众的心，然后让他开始相信，开始释疑，就是我生命中原来有些疑惑我才会问，对吧？可是因为你那一番话，我突然迎刃而解，突然这些疑虑就烟消云散了。各位，然后我就突然发现，他在智慧的方面，其实他现在才27岁，可是我已经觉得他已经远远超过这个老外的57岁的过期。所以，我现在每次听他演讲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真的在听他的演讲。所以有人听他好几遍说，啊，先问我女儿，也许我们要的那些东西，在他身上更容易找到答案。啊，我们还是相信你。我说，你如果相信我，就要相信我推荐。因为我觉得他比我棒。好，然后后来就会有很多我们同场可以一起演说的机会。但是今天我觉得我来到这里，我真的还是要很感谢的告诉各位，我们今天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老师，或者是一个父母，或者是一个读经的引导者。那不管你在刚刚这几个小时里面我扮演的是什么，都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存心，就是我们关心我们的孩子，我们关心这些或许与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但是我们都很渴望能够成为这些孩子生命中重要的他人。这句话很重要，容许我再讲一次：那些在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那些人，但是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他们生命中重要的他人，因为你的那一些话，然后打动了他；因为你的那一种作为感动了他；因为你的那些提醒，然后唤醒了他，让他减少了某一些错误，让他更快的航向成功的那个轨道。然后我会觉得，我们做了一些该做的事。在人的一生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跟别人的生命在偶然碰撞的过程当中，会只是相会时互放的光芒，还是他们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从此之后我们之间再无关系，还是我们能够在相会的过程当中就能够因为碰击、撞击、碰触之后所发出的那个光跟热，让我们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让我们因为这样的交汇而认定对方是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贵人，也是生命中重要的他人。他甚至对你的影响力还超越自己的有亲缘关系的父母或者祖父。相信这个世上有些孩子，他们最后醒来，不是你老公说什么，他爸说什么，因为那些话有用，30年前就有用，或者是8年前就有用，对吧？就是那句话一直都没有用，直到这个生命中重要的他人出现。一言才惊醒我这个梦中人，我才相信原来我的生命可以不平凡，原来我的生命可以如此精彩。我现在其实衣食无缺，孩子现在又不需要我为他们努力，然后存房子或者存车子，不需要，他们自己会找到他们要的东西。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能在职场？我太太以前很胖，不错，就是退休了，因为他们觉得说，哦，好可惜，这样子我就少掉了一些收入。那更重要的是，这样子就整天闲闲没事了，然后会不会让自己老化得更快？可是现在我觉得我越老，我现在越乐
在工作当中，但我现在的工作跟过去的繁重比差别很大，各位可能不相信，当老师可以忙到什么程度？我大概从31岁开始，我的人生就开始呈现出这种紧绷的状态。很多人不是在抱怨啊，每天都要上班好累吗？每天都要做8小时，累死了。我告诉你，工作状况是你可能觉得真的很毛病，因为那个时候我从北到中南部，我最远走到云林上课啊，云林上课，云林，在云林只上了1年，中间彰化、台中好多年都在这边上课。我怎么上课呢？我早上8点，某些礼拜是8点，有些礼拜是9点，那台北通常是9点。我从9点上课或者8点上课，一直要上到晚上9点40分才下课。那中间每一节课下课时间都是只有10分钟到15分钟。你知道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半上课就是12节，一个小时叫1节，一天是12节，6天是72节。我最可怕的那段岁月，就是从31岁到35岁，我平均上课时数74节。各位，那你就可以想，一个学校老师在学校的责任额，大概基本上大概就是16节课上下。如果你有些勤政，可能少一点；如果你没有些勤政，可能多一点，很少超过20节。可是我每个礼拜我都上70几节课。那所以我的意思是，那个时候的我很忙碌，现在的我一个礼拜只上16节课，所以我觉得很轻松。非常轻松，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很多孩子。这些孩子，他们其实跟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我刚进补教界的时候，聪明才智都没有不同，可他们现在的语文能力有非常非常大而且可怕的下滑的趋势。可是我刚刚说过，他们不害怕，他们不害怕的原因是因为全校的学生都那个样子，而且学历学位更烂，他觉得自己已经不错了。可问题是，他们忘了这个世界是平的，他们忘了这个世界其实已经变成地球村，他们忘了在你放松自己的时候，别人正在像北京的那些孩子一样，上海的那些孩子，武汉的那些孩子一样，或者韩国的那群孩子，新加坡的那群孩子一样，他们正在很努力的，然后去创造自己的人生高点，而你却在这样的慵懒的环境当中，一直就让自己这样子随波逐流。他们不是每个孩子都这样，台湾也有另外一群孩子夙夜悲喜，台湾也有一群孩子很早就找到人生的梦想，并且往那个努力，往那个方向去做非常巨大的努力。就像我从女儿身上以及她的很多朋友身上看到的，那些孩子其实我去听演讲的时候，23岁，是你觉得还很小的孩子，可是孩子已经能够把自己的生命用来影响远在几千公里以外的人的生命，而且他们的生命呈现了巨大的改变，以及非常可观的未来的前瞻性。他们离我很多，离我很远啊，在离我那个地方有一群孩子，他们连活着都是一种奢望，他们连上学拥有一些简单的教具都是生命中巨大的渴望。可是他们这些孩子去倾听。去努力，他让自己从21岁就开始投身这样的一种工作。现在他23岁，他的远山呼唤李子俊已经变成一个在旁的陪伴。这种孩子，我不晓得各位，是不是吧？我想这个话是有点，有点激动，因为他这个事情都很不公平。在指责这个世代的时候，说年轻人都是草莓族，年轻人都是不能抗压的，这年轻人都是啃老族，这年轻人都是什么什么一堆难听的话。尤其是很多中老年人对这些人的刻板印象，让人觉得很可怕。我现在想请问一句，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是谁给了他们一个今天这样的现状，是他们自己营造出来的吗？不，一定是某一些制度，一定是某一种社会氛围之下，他们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停滞的现象。那是不是他们的上一代，是不是他的师长们，其实并没有真的尽心尽力去做好他们自己该做的事？有一次，我学生这样吃饭，我那个学生呢，在学校已经待了10几年了，
所以他跟我讲一句话，叫什么事？我一直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一群废物。他觉得我这两个严重的是，我说怎么说呢？他说，反正你在学校里面，你上什么他都不会理你，你看他们根本不听课，他们上课的时候甚至可以在教室后面看影片，你相信吗？好，然后他们上课的时候可以滑手机，你相信吗？他们上课的时候可以呼呼大睡，然后完全不是老师的存在。我说叫什么？我就是要骂他，他们就录音，然后就断章取义，然后就去告我，就去找议员吧。所以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当作他们不存在。我说，所以你教书十几年得到的结论是什么？我说，老师，我以前初入教育界的时候，我的心中只有个信念，教育里面就是爱这个字。现在十几年了，我相信教育里面只有混这个字。我想他听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可怕，因为这个老师已经被自己的这种信念给蒙蔽了。他认为一切的过错都是年轻人。后来我问他，我说：“你认为？”我说：“你认为老师当年教你们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专心的上课？”我说：“老师有啊，那个时候我们多认真啊！你说什么，我们都当圣旨一样，我们很用心在学习，所以我们才会有后来的改变呢。”我说：“那你认为，当你在学校里面唾弃那些现象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在另外一个场合也在开展我的教学工作？”他说：“老师，对，我现在还在补习班。”我说：“那你相不相信，我现在上课的时候，学生专注的程度可以跟那个时候一模一样，甚至犹有过之？”他说：“怎么可能？”我说：“每天你来上课，然后自己亲自感受一下。”后来他真的来了，来了之后呢，我请他喝了一杯咖啡，楼下刚好有个咖啡店，35块一杯的咖啡。然后之后下课之后，他说：“老师，今天我要回去写写报告书。”他说，因为他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些学生并没有呈现在学校的同样的情况。换句话说，是什么问题？是老师的问题，不是学生的问题。老师上得好，老师认真教，学生就会有感受。那如果你用以前那一套方法而没有改善，那就表示你该换用另外一套方式，然后去让这些学生感动，去让这些学生认同。所以是你的问题。李远哲，各位听过吧？这个人其实基本上做过很多被诟病的事，他也曾经是台湾之光，对方有两个诺贝尔奖，在教育的改革上面，很多人都骂他。我不置可否，因为有些地方他是对的，有些地方他是错的。可有一次，他在颁斯铎奖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那句话，当场被封。我收拾一下心情。十几年，我以为我再讲到这句话，我会没有感觉。可以，谢谢。一如平常的说出那句话，可是他还是很艰难。谢谢。他当时颁奖给一个得斯铎奖的老师，然后他说：“恭喜你拿到教育界最难得的这项肯定。”结果那个老师就讲了一番话，他说：“今天我拿到这个奖的时候，我其实觉得非常惭愧，因为教学这么久了，我终于现在才知道我该怎么教，才能够把教育这件事做得尽善尽美。我现在要对一二十年前被我执教过的学生严重的道个歉，因为不是你们不好，是老师当时没有找到教你们的方法。”他深深一鞠躬。这是我听过最深刻最感人的一句话，不是你们不够好，是老师
当时没有找到真你们的光明，所以才让你们的生命空留遗憾。这个得失不小的老师，当时已经留了几岁了。他讲出感触这么深的话，只是有一次，我在我女儿的演讲当中，我听到他讲出跟这段话意义几乎完全相同的用语，而他只在生命当中经过了25年，他就能够有那些体会。所以我今天想告诉各位的是，就是不要轻看每一个生命的可能性。没有一个生命生下来之后就注定该被唾弃、该被讨厌或者该被排斥。那如果这个生命已经被唾弃了、被讨厌了、被排斥了，我们就不妨想一想，我们有没有机会重新接纳这些生命，给这些生命一个更高的可能性。我为什么会来这边演讲？两个人让我动容，一个是春菊姐，陈春菊是我的邻居，那么她为了一贯道的教务发展，长期留在台北，然后为了这个组织，她尽心尽力，不求名利，所以她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另外一位是黄崇辉老师，黄崇辉，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做了一些让我觉得很伟大的事，他让那些彷徨歧途的年轻人有一个家的感觉，给他们一个火车站，然后不够，再给他们第二个火车站。每一个火车站的成立，都让一群彷徨无依的青少年有了对人生正向闪光的一个开始。也许这样的行为对很多媒体来讲还不具有特殊去报道的一个价值，所以台湾知道了他的人，我想恐怕不是太多。可是熟悉他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一直都在尽心尽力去做这样的事。每个岗位，别人、旁人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去努力，然后去让那些弱势的孩子能够找到救赎可能性的人，在我来讲都是伟人，他们都应该被记忆。他们都应该被推崇，他们都应该得到很多掌声的鼓励。我不知道崇辉现在在不在这里，崇辉在吗？不在太好了，他这样子我就不是。刚刚有来呀、啊。来，我们给崇辉一个最热烈的掌声。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帮助下去，这些年轻人能够因此而得到很多正向的人生引导。所以我今天。那我该付多少钱做免费呢？我说不用，就跟回到青岛我的故乡去一样。我觉得我只是志在分享。我其实来之前我也不知道我的分享有没有用，我讲的话能不能够打动某一些人，然后我说的这些故事会不会让你们觉得太平淡？好，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来了，来了之后呢，我的感觉很好。我不知道各位的感觉好不好。但是我的感觉，谢谢各位。但是我的感觉真的很好。谢谢各位，今天很激动，我也很高兴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感动。我每次上课的时候，或者下课辅导学生的时候，常常有一些。包括学生或者最师资的老师会跟我讲一句话，老师你把他弄哭了。然后我说不是我把人家弄哭了，是人家真的感动所以哭了。我说就是他，我说我不要弄他。好，然后他们问我为什么每次都要让学生哭，我说因为哭是一件健康的事，是一件善良的事。一个人会流下眼泪，就表示他感动了，他真心找到救赎了，他彻底悔悟过去生命中的一些错误，然后他有羞耻心了。当一个孩子有羞耻心了，知道他是一件有多么棒的事吗？他就会带来责任感。当你有羞耻心了，
你就开始会有责任感。当你恬然无耻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责任感，就不会有荣誉感，所以你就会一直依循过去的生命轨迹，然后一直做一个无所事事或者没有什么可以加赏的那些平凡的事物。可是当你开始流泪了，就表示我要痛改前非，我要努力改变自己过往的麻烦跟无能，我要开始朝向一个更棒的自己，然后去努力。当我们看到这种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对这个孩子的生命中重新燃起了一道光，然后他看到了光，他开始相信生命一直都不是一个幽暗的深谷，原来生命中可以有阳光，只要你打开心中的那扇窗户，你就会看到曙光乍现，你就会发现，哇，我生命中的巨大能量潮现在开始朝我涌进，对吧？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当你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什么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一直停顿在那个地方，然后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当你生命告终的那天，都会发现生命无精彩之处，然后到最后你可能会悔恨，啊，这辈子实在是无聊，为什么要出生，让我忍受这么多的无聊跟寂寞，我生命死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悔恨自己为什么白来世上一遭。那这种人走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对，没有人会记得你，知道吗？连你的子孙都不会记得你。我现在做一个很残忍的测试，就是有多少人记得自己的祖宗？哎，诚实回忆，无论你几岁，小朋友也是一样，小朋友也是一样，知道我在说你吗？好，现在问题来了，请问？在场知道自己曾祖父跟曾祖母的真实姓名，不能错号啊，告啊，那那我们不能，那啊告呀，要查去啊，这啊告有没有？反正我不要错号，我要真实姓名，就是姓什么名什么，曾祖父跟曾祖母，你都知道，因为他是一对，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你祖父，没有你祖父就不会有你爸爸，没有你爸爸就不会有你，你的生命是因为他所以才诞生的，他是你生命中这么重要的有亲缘关系的人。可知道他的名字的人，请诚实的举手，举高一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在场有八位。好，这位小朋友，你在前最前面，你没有举手，你知道曾祖父是什么吗？爸爸、阿公、阿祖，大家跟阿祖，啊，就阿公跟爸跟阿祖，我现在讲的曾祖父就是阿祖，你知道阿祖叫什么？不知道，你知道阿公叫什么吗？啊，糟了，阿公应该还在，是吗？你知道他叫阿公。各位，回到我们的问题呢，核心，为什么我们会忘记他？因为他们不重要，所以我就不会记得他，即使亲到这种地步。你都会不记得他，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生命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可以说，所以我们就不记得他是谁了。当一个人的生命乏善可陈的时候，即使是子孙都会快速的遗忘他们。你让子孙不孝吗？我不如诅咒自己反省，你为什么无能？所以不要怪子孙不孝，要怪祖宗无能。祖宗如果有能，上面那个就是有能的祖宗，对吧？对，请问他死多久？2600多年了，这么久了。可是他的子孙有没有人忘记他？没有，再怎么被人高兴吗？没有，因为如果你是姓孔的，全球现在有百万人姓孔，不是百万人，全球现在有百万人是孔子家族的后代，懂了吗？散布在全世界。为什么会这么清楚？因为所有孔家的人都会清楚知道，我是74代的孔繁体，我是75代的孔湘云，我是76代的谁谁谁，我是77代、78代的谁谁谁。他们每一代都会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那是我们孔家的骄傲。后来我才发现，去上中华法师节目之后，我认识了范仲淹的39代孙，叫做范增，而且是中国大陆的国学大师，也是国画大师。他以自己的祖先为荣，
骄傲，每一个人也都知道，他的先祖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对吧？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祖先是范仲淹，能够使这辽下人都心怀忧惧，小范老子胸中只有数万甲兵，不是老范老子之可欺也。一个能够得到异族公主的尊敬，能够让中国变成北方一大骄傲的防守的长城的时候，天下人就都会记得他。我相信曾国藩的后代子孙也都会记得他，对吧？因为曾国藩，所以清代原来动荡的国本得以固持下去，国脉得以延续下去，对吧？所以他不但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他平定清江回变，他平定云南的免乱，让这些天下间具重大的乱世都皆由我来一手平定，没有人会忘记我，对吧？对，所以每一个这种人的祖先，他们都会把他当宝一样，他是我们家族当中最巨大的宝藏，也是华人甚至是世界人种当中最巨大的宝藏。当一个人的生命能够活出这种价值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能够穿越时空。所以人会死，可是你的价值不会灭。但是问题是，多数人的生命就灭了，人带口气没有了，动不见了，就如灯芯一样，嘣灭了，然后之后就归于沉寂。我们的生命可以简单过，像这样把大家都遗忘。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很努力，然后让它平凡不凡。所以我这几年告诉学生一句话，鼓励一些在卑微地方的孩子知道一件事：我从卑微处来，但是我朝不凡处迈进。在中间的过程一定很艰苦，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放弃，你就等于放弃让自己生命发光发热的机会。有人是做笔记，所以我再讲一遍：我从卑微处来，但是我朝不凡处迈进。各位，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该有多好，该有多好。好，所以每个人在人的一生当中，都应该去想想看，我们还能够为那些不认识的人，或者自己的亲人指力，能够做一些什么。然后不要认为我们永远是对的，我们要向年轻人学习，我们要向这个时代里面的很多好的东西来学习。它有时候不一定是你的人种，它也许是黑人，它也许是印度人，它也许是尼泊尔人，但是它只要身上有一些真正的美德存在，就是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信，这些美好的本质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就会发光，这个人就会发热，他就是我学习的典范。我也希望各位在执教的过程当中，能够永远记得阅读对一个孩子的重要性，他让孩子开了天眼，他让孩子看到这个世界更多更美好更真实的东西，然后借由那些东西，你能够让自己变成一个更棒的人，要跟他们学习。好，今天我的演讲到这个地方为止。那下面我们是 Q&A 时间。来，有。那我们今天哈，张树老师非常的感谢哈，从早上的演讲到现在，他不断的试对，那或许听的也很感动。那这个十分钟的时间非常的宝贵，不知道各组或各读经班是否有一些想要跟我们张树老师请教的一些问题，那给大家一点时间，刚好我们张树老师在这边，大家可以提出来，大家互相探讨。好，好了，这边谢谢。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们在让孩子学习读经的过程当中，就是他一定会遇到就是挫折感，或者是想要放弃的时候，那我们要做父母的要用什么方式去引导他们重拾这个信心，然后继续读经这条道路？基本上这个问题很好，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多人到最后放弃了。我说很多人是父母，我认识很多很多孩子，他们都告诉我，他们曾经有过读经的经验，或者是有过背诵他们先生孩子的经验，但是后来在三十首、五十首之后就放弃了。放弃了之后呢，就一直没有再延续，后来就比较很多遗憾。那我的方法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
人想的都不一样，就是反正我们就从五言绝句开始背，从三字经开始背，对吧？对，那后来就慢慢背越长的东西，从五言绝句变成七言绝句，从五言律诗变成七言律诗，从律诗变成古诗，从古诗变成乐府，到了乐府，到了长恨歌，到了琵琶行，放弃了，到了老家行，脱钩离合，最后就放弃了。我的做法是什么？我的做法是先从长恨歌开始。各位，唐诗三百首里面最长的就是《长恨歌》，其实是琵琶行。从最长的开始，对，一开始会很难，不可能我现在开始天天就可以背。那我没有关系，我就泛黄重色思倾国，玉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两餐深闺人未识。四句作为一个章节，作为一个段落，对吧？对，然后呢，要让孩子觉得这件事情有趣。那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平添一点想象力，帮那个故事，然后帮那个诗那首诗编一个故事，编一个情节，做一些动作，带动笑，带动唱，对吧？然后之后孩子就会觉得，哎，有节奏，对吧？好，这个资金符合了，然后他就开始扭了，他就开始唱了，就开始跳了，就开始觉得很愉快、很开心。然后之后他们就会把它记下来了。孩子的记忆力好到根本无法相信，所以越小的孩子。开始越能够看到成效，所以吴敬怡问我黄金时期是什么？是基本上两岁就可以开始了。那三岁、四岁到五岁这三年当中，我个人认为那就是最佳的黄金时期。我儿子把唐诗三百首整本，其实不是整本，是311首。他把311首背完，每一首都背完，是在他五岁的时候他背完。然后会忘记吗？会忘记。可问题是，那些记忆都一直都有一个雏形在，都有概念在。然后等到你就等到小学二年级又复习了一次，这次花的时间非常短，可那些东西就都又回来了。然后之后还会忘记吗？还会再忘记。那还会再忘记，必然是会更短、更短的时间就能够把它们都找回来了。所以读书这件事情、记忆这件事情，心理学家在这边也要做一个。那个科学研究是任何人听一个什么东西，读一个什么东西，他可能读了之后会忘，背了之后会忘，那几次之后不会忘呢？答案是七次。七次之后，那个东西就会变成最深刻的印痕，你想忘都很难，除非你撞到头，除非你老人痴呆，否则你其实都不会忘。你不信，去问问前人。我昨天晚上才领略过。天哪，多么不可思议的背诵能力，对吧？而且那些能力，那些文字还不是非常浅显易懂，就是深奥难懂的东西。他还甚至没有大学学历，他没有高中学历，也没有国中学历，他只念过几年的小学而已，他就能够这样？凭什么？凭的是那一遍又一遍又一遍的功夫，最后尝试都尝试不了。然后之后就会发现，他会变成一个。受人尊敬的，因为他言语有味，而不是言语乏味，对吧？对，所以我的意思是，你要相信这件事情，然后从难的到浅的。因为发现，你知道我儿子刚开始背我那首诗之后呢，我一开始也是从零学习，后来发现这不对，因为这样子到最后，他遇难，遇到难难的东西，他就会说，然后最后就会都没有完成。所以你不信，去问问看，多少孩子如果真的把唐诗三百首整本都读完的，这种人。其实用啥？我儿子七次把这本书读完，他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把《论语》整本书都背下来。他在大陆上讲过之后，然后那次我才透露真相。我说小时候我叫儿子背《论语》，儿子就问我说：“爸爸，那你会背吗？”我说：“儿子，告诉我爸爸是谁？”他说：“爸爸是国文老师。”我说：“什么样的国文老师？”他说：“很厉害的那一种。”因为他上过很多次课，我都会带他去教室听我上课。然后我说：“哦，所以你认为爸爸会不会背？”他说：“好了，我知道你一定会了，我背就是了。”然后之后我就开始背了。其实我很诚实告诉他：“哦，不会，我只是都很熟，可是我没有刻意去把它背下来。”直到那一天节目上，大家知道：“哦，哎呦，你骗我骗了几十年了。”对，但问题是，他是理所当然，他一定会背嘛，是不是？可问题是，他真的就把它背下来了。那背下来之后，我刚刚说过，那些东西其实会影响他自身前缘。对，那些东西不一定是考试用得上，而是你的人生经
当中那些所有善良的那些道理。各位在经过一二十年之后，就一定会发现，天下间所有善良的道理都适用在各种教派、各种家派当中。所以你会发现，对，那基本上是跨国界的，也是跨古今、跨世上的人种的。其实很多善良的东西本质都相同，跟你的孩子能够这么小就借由这种方式，然后去得到一个这样的机会，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好事。还有给孩子在背书的时候多一点点挑战动能，当他碰到巨大的挫折难以开展的时候，你要鼓励他，然后你要想办法用某一些实质的东西去鼓励他。比如说我们会说，来，妈妈这首诗背完了，妈妈去带你去仁爱公园玩，然后妈妈就带你去夜市坐公共车，妈妈好，或者妈妈就带你去吃宝宝牛排，妈妈好。然后之后孩子就会发现，哦，他们愿意这么做了。他有个更好的做法，是让孩子喜欢上这件事，就是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游戏。我们去淡水买了一个冲动乐，我不晓得那个在这边的讲法就是，反正外面贴着一张很漂亮的纸，然后里面有一些礼物，那东西都很烂，就你夜市买的都很烂。可是我们自己可以，孩子才不在意，因为孩子对未知的东西都很好奇，知道吗？五宝金来，所以孩子对洞最好奇，能够去触动，听到那个洞被破的声音，砰！跟他好几人拿出个礼物，礼物是未知，打开，哦，好棒哦！你看，是一个什么什么礼物，是个神奇宝贝，那他就很开心，是个豆片，他很开心。对，那每一件事情都会让他觉得新奇。知道吗？我们玩这个游戏之后，第一次玩完了，他来说，废物利用，我们自己再放东西进去，放什么东西进去？新的礼物进去，那是什么？孩子不知道。我们知道，孩子不知道。其实我们最大的礼物是，无论你买什么东西，爸爸妈妈都帮你出一半。我儿子有一次拿到了，爸爸，这有什么用？出一半就是我还要出一半的意思啊，所以我还是没有用啊，我不要，就把它丢了。那年他小学一年级，也就是他六岁，然后后来十六岁，他念了短中，他想买 iPhone， 然后。我说可以啊，我们现在可以在高中开始提供你手机，如果是 Nokia 一元手机，最简单的功能。但是如果你买 iPhone 那种很炫的，可以自费。他说自费要很多钱，要两万，一两万块，那时候好像一万八还是多少，现在是五万多。哦，对吧？好，他说要那么贵，我没有那么多钱啊。我说你以前不是有个很好的礼物吗？无论你要买什么东西，爸爸妈妈都会出一半，还记得吗？他说我记得，那我有过，对不对？你记得，对不对？你记想起来，对不对？你有。我说对，可是问题是。提前的时候，你要拿你的存折去，对吧？你要拿你的印章去，你要拿个凭借去。没有啊，我可能记错了，会不会根本没有那件事呢？他说啊，就是不帮我付就对了。好，可是我的意思是，当时他们甚至会为了只是去公园玩二十分钟，或者只是开电视看卡通三十分钟，他们都会说啊，我要提前背明天的，我要提前背下个礼拜的，因为我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些进度给他。现在懂我意思了吗？就是当我们把那些原本乏味无趣的东西变成有趣的游戏，孩子就会变成乐意去做这件事。那当他乐意了，后面那个结果就会发生。希望这个问题可以有点帮助。哦哦哦。
你要相信很多语言它有节奏性，当心有韵律有节奏的声音被记到脑海当中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它就会让这些孩子知道什么样的文字运用是优美的，是成熟的。各位，他以后在造句、在写作的时候、在演说的时候，这样的节奏、这样的句法，各位自然而然就会在他的脑中迸发出来，然后让他开始循例万里，去讲出类似的话，去写出类似的东西，那就是潜移默化。还有，需不需要讲解，要看孩子本身有没有想知道的企图心。因为如果我每一题都要讲解，每一首诗都要讲解，那么他五岁以前，这个孩子除了读经之外，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对吧？你可以想象一下。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孩子对那个事情产生了好奇心，他想知道，那么就由妈妈或者父亲来告诉他这件事。那至于你没有能力解决怎么办？没有能力解释怎么办？很简单，现在有个东西叫做 Google， 它很神奇，或者百度。它很神奇，每一首诗，每一段古文，你只要打一句，它就会全部都跑出来，对吧？你可以加赏析，按一下，它就跑出来。如果没有跑出来，表示你该换手机了，苹果还不错。那好，注意，好，各位，我的意思是，你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要教他们的材料跟解释的方法。那这是很棒的一件事，因为它叫做亲子共学，不是孩子在知道，孩子知道的过程当中，你。也知道了，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如果都这么做，那么这件事情他就应该能够做得更加得当了。所以，你有这样的问题，老师，你一定在执行的过程当中碰到这样的一个疑惑。但是，好事情是你在做，那我要告诉你的是，要持续做，就是不要想，不要企图说立竿见影。我今天背，明天孩子就变成狮子男神，不可能。对吧？但是如果你背很多很多很多，最后你会发现你儿子比知识男神更厉害，把爸爸踩在脚底下，因为他更神奇。我曾经看过中文老师里面有个女生八岁，那个八岁的女孩呢，能够背下的那个诗词含量实在多到惊人的地步，她比很多国文老师、大陆教育语文老师表现都还更加精彩。为什么？因为她妈妈相信这件事情，所以她妈妈从小就带孩子。去做这件事，而这个孩子也因为那样子，他的讲话多么聪明，多么幽默，多么有智慧，他完全不像那个年龄的孩子应该有的想法。各位，那为什么？因为那些背下的东西在影响他，在影响他，懂我意思吗？我还叫儿子背过一本书叫《老子》，老子只有5000年，其实背下来并不难，里面的道理连很多成年人、博士生都不一定能够理解。可问题是，为什么叫孩子背？因为老子的文字实在太美了，那些四言的美句，让孩子背下来之后，在他的生命当中，每一次只要想到要表达什么，那样的美好的句法架构就会出现。他只是开始靠近自己熟悉的语词，然后去运用那种纯熟的表达手法，他就可以讲出很多很棒、很优雅的一些词语。现在应该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希望对你有帮助。那现在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够到这里为止了。谢谢各位，今天很开心，谢谢。听不太高明，对不起啊，
很感动。但是呢，我相信大家都听得蛮有感受，因为呢，虽然我听不太了解，但是我刚才休息的时候，我媳妇她就跟我讲，讲得很棒，她连要到化妆处她都不忍气，她说这一句没有听好，所以可见，当然今天要感谢张教授的这夫妻能够呢来我们育儿圣堂，跟我们无条件的讲这一些这个经典文化，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深入我们的住性里面，能够深入我们的这个心里头，能够从以后从我们的内心再观扬到大，这样才不会辜负张老师夫妇的一番苦心。那当然，我请问各位同事，今天张教授讲的你们听得好不好？好，好，要都明白。那假如他的时间可以，那我们的时间也可以，是不是我们明年还可以再排一班或两班，大家共同来学习你们艺术怎么样？好深深一鞠躬，感谢慈悲，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啊。那时间已经也够了哦。那或许到这里，祝各位今天真的得到了无价之宝，文学真的是太深奥。所以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经典里面找到真正的黄金屋不是我是这句话，经典里面的黄金屋嘛，它有什么天中树颜如玉，颜如玉对不对所以呢希望真的你们在这里面能找到你们个人所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是不断的学习，人家讲佛大人谁大人我们不可以说我已经满足了，所以都是要每天要多充实的学习。那或许在这里也跟我们张教授夫妇感谢慈悲谢谢谢谢。翻译成像我
记得木星三鞠躬以前到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前人鞠躬，感谢各位领传师鞠躬，感谢各位讲师鞠躬，昏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前人鞠躬，感谢各位领传师鞠躬，感谢讲师鞠躬，一起持驾前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驾前人鞠躬，送驾各位点传师鞠躬，昏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持驾前人鞠躬，送驾各位点传师鞠躬。那我们各位前行，我们到后面集合哈，我们要。